永庆林森店为永庆不动产嘉义地区第一家成立加盟店，专业诚信圆满，敬请专任委托销售，可享免费空拍服务。附近公社景点，附近公共设施景点，湾桥铁道公园、荣民医院、湾桥邮局、南二高、竹崎交流道。物件路线图，物件路线图，湾桥荣民医院旁农地，本案位于嘉义县竹崎乡湾桥花田村，临近湾桥荣民医院、湾桥铁道公园、二高竹崎交流道，可由嘉义市走林森东路往竹崎方向，经湾桥铁道公园即可到达本物件。物件外部空拍，湾桥荣民医院旁农地，分区为一般农业区农牧用地，地坪 558.71 坪。外部地理位置及空拍介绍，本案位于嘉义县竹崎乡湾桥花田村，临近湾桥荣民医院、湾桥铁道公园、二高竹崎交流道，08米路，地势平坦，免填土，大面宽，紧邻社区住家，万坪农业区为零，享受分多金，欢迎来电预约看地，谢谢。专任委托成交率大约80%。Thank you.